叶枫八神火力全开，一套秒杀大门，陶小丫彻底沦陷了。叶枫打小丫哈，这种局在近期的话算是相当顶尖的对局了。来看对局吧。哦，这波 AB 还能够下 A 抓过来啊，这反应啊，这预判呐、啊，很强悍。好，连续的跳压撞拳打中，直接晕了啊，直接葵花带走。 这个八神打法很干脆，很利落，压制，节奏很快。当你无法预判他的下一步招式的时候，你就很容易被打晕。哎，这波不能动啊，动就抓，葵花电招，好跳斜回空再抓重拳，八个小女孩，还跳抓吗？好跳斜，我去，什么鬼？ 这是有穿三的节奏。好，看这波。好，震一个。哎，抓过来，抓过来，这波要跑了啊！跑西队了，无敌波中了，然后就晕了啊！ 八神有气的状态下哈，一套打晕这个大门非常秀，啊，难度挺高哈。接下来这招的话也相当精彩啊。好，葵花倒地，刚一个，不妨不敢再压了。哎 ，AD 过来，转折点开始了吗？ 完了，这一下，啊，这一把就没有无敌了哈。如果没气的话，反而是有可能打出一个不可防御啊，打出一个致晕的效果。好，这一波也是在抓啊，重拳葵花。Round two，抢空。 哎，要抓了！这一波下地之后想转球啊，手速慢了或者八神也是太快了，完了要晕了。葵花打晕，啊，直接一套六连带走。小丫过年的话，估计没有怎么练习了。刚一个，叶枫倒是天天直播，天天打了。好，葵花。 小心又要被抓，好头上佛震一个，找一个跑抓机会吗？好，好重拳必杀，无敌波有吗？有吗？漂亮哈，两把穿三，好关注秀秀不会走丢。